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平平。今天呢，想给大家做一道厦门的传统菜咸干饭，几乎每一个厦门的家庭都会这样做。那这道菜非常好吃，但是也非常容易胖。你看我这脸，看我这个胸，还有肚子，就反正胖了特别多，就是因为这两天在这里吃了太多的咸干饭。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道非常非常好吃的传统菜。今天我们就把它分享给大家。你看，就感觉胖了特别多。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吃这个饭。那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用到的食材吧。首先是高丽菜，这个我们那边叫包菜，就反正就是这种菜了。它的水分比较多，煮起来会比较软，口感也还可以。然后这个是胡萝卜，这个谁赞助的我忘了，可能是男粉丝吧。然后五花肉一定要精选带皮五花腩。什么是带皮五花腩呢？请各位粉丝啊自己摸摸自己的肚子感受一下，就是有点弹弹的有皮的那个就是五花腩。然后当然比较重要的就是干贝了，因为咸干饭用到了非常多的干料，包括干贝、干虾仁、干的袖珍菇、干的海蛎，这些都是非常鲜的食材。第一步把所有的干货都倒进去泡一泡，干货的量呢根据自己的喜好，想吃多点就多放一点，想少吃点就少放一点，反正不要钱，这都是分割的，我们就往里倒。倒进去之后把热水就冲进去。哇，你说这么多料能不好吃吗？五花肉一定要带皮啊，带皮的口感吃起来就是那种硬硬的，很有嚼劲，我很喜欢。哎，这怎么这么骚啊，骚味。然后把五花肉给切开，这一步可以交给摊主或者交给自己的男朋友，交给爸爸来处理，因为这个还是比较难切的，反正就把它切成小块就行了。哇，这个肉的手感真的太像肚子了就我摸在身上就觉得特别像肚子。然后这么一块肉，大家看一下，这一块肉大概是一斤不到。你们想象一下，如果你们胖个五斤八斤十斤的，你们得胖多少？长点心吧姑娘们。那这样我们这个猪肉就切完了，来给这个猪肉一个特写，让他们看看这个猪肉是怎样的。拍这个猪肉不是我。对，这个猪肉这样就好了。然后我们去清洗一下高丽菜，我们直接把它切成丝，就直接切成这样的丝，有点像条吧，我的刀工就是条了。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安全，千万别切到手，切到了手我还是很心疼你们的啊。我说的是女粉丝啊，男粉丝不要对号入座，我们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备用就好了。然后剩下的一半也是一样，我们做的大概是7到8个人的量吧，做一桌人的饭都是没问题的，所以这个量是比较大的。你们如果自己在家做，根据我这个比例适当的进行调整，就比如说你们家200多口人，那你就乘以一个十几倍，对吧？那如果你们家就2-3口之家，你就缩小一下。胡萝卜把它切成丝，你也可以切，也可以用这个工具。然后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这个一来一回的很危险。因为我们是用来焖饭，所以不需要它有比较完整的形状。如果你炒的话，最好还是用刀切。所有的配菜我们都准备完了，香菇简单的改下刀，干的香菇泡发之后会比较好切，如果没有完全泡发会比较难切，所以也要注意安全。我这个呢是袖珍菇，然后你们也可以买一些其他的香菇代替，一定要选干香菇，因为干香菇有非常浓郁的香味。切好之后我们就把它放到一边备用。泡发、海蛎这些东西的这个水不要浪费，等会要来煮饭，所以我们过滤出来。所有的配料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先炒制这个料了。锅里面少倒一点点油，因为我们要现炒五花肉，五花肉里面本来就有很多的油，不信你自己摸摸看。然后把这个五花肉倒进去，慢慢的煸炒出油，把五花肉煸炒出香味来。其实没有什么作用，这样煸比较帅，你知道吗？翻炒一下，稍微倒一点点料酒进去去一下腥，因为这个肉啊感觉有点骚。以前饭店为了能够让这个酒喷的均匀，都是喝到这样的，那现在不太卫生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用倒的哈。炒太累了，你知道吗？坐着炒稍微好一点。知道我怎么胖的了吗？又不运动，又在这吃，还在这吃油烟，你说能不胖吗？看到吗？炒到这种焦焦的金黄色的样子就可以。第一是油被逼了出来，第二是酱有更好的口感，把我们晾好的这些虾的肝啊、贝啊什么都倒进去，然后把它炒匀。哇，你说放这么多料能不好吃吗？把味道炒出来之后，把这个胡萝卜
高丽菜都放进去，这一步会稍微有点难度，别浪费啊。如果你觉得用锅铲或者电锅都比较难的话呢，你也可以用筷子翻拌协助你进行翻面，就是这样炒到软就行了，关火把它放到一边备用。这里是淘好的米，大概是5到6人的份，这个根据你自己的家里人啊来选择，然后把我们炒好的这个都倒进去，哇，小心一点别倒到外面，然后把它搅拌均匀，米都搅拌上来啊，接着往里面倒生抽，多放一点哈，这样才比较有味道，当然本身虾干干贝这些已经有味道了。然后我们把底下的米还是要搅拌上来，看到吗，底下还是会有一些米沉在底下，用筷子可能搅不上来，所以可能用勺子会更好搅拌，看到吗，这个就是厦门当地应该叫阿嬷，是叫阿嬷吗，阿嬷妈妈，对，阿嬷妈妈他们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就是用这种做法，几乎每一个当地的小孩以前上学啊什么带饭带到学校里面都是带这种饭。嗯 ，OK， 我觉得这样就算是比较均匀了吧。刚才我们泡那些干贝干料的那些水，直接用这个水就行了哈。比我们平时煮饭的水可能要少一点，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菜嘛，这个菜会煮出水来，所以它只要稍微的没过这些食材就 OK 了。放进去，盖上，开始就行了，对吧？嗯。OK， 看一下啊，有钱人也用小米，这说明什么？不会花呀，相应不好吗，对不对，你那么有钱买小米像话吗，小米看到给我打钱。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一二三，哦，这哪里有饭啊，看起来全是料，那我先盛一点，然后撒一点做作的葱花，这根据你自己喜好哈，来给大家尝一下，我愿意再胖25斤，哇，这个完全是虾仁、肉和海蛎，好吃，太好吃，点赞，点赞，交叉点赞，我们下期见。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片刻春风得意。未知景物朦胧。